毛弟与吴品杰2019年高调认爱，虽然中间一度分手，但后来又传出复合消息。两人甚至在今年5月被拍到跟哥哥王子的绯闻女友郭雪芙一同出游，不料不到半年时间，毛弟与吴品杰疑似再度分手。然毛弟与吴品杰分手后，身旁很快的就有了新女伴。12月15日，毛弟被拍到与艺人张雨农一起吃火锅，两人离开火锅店时保持一前一后的距离，似乎很提防关系被发现。不过最后两人还是上了同一台车，而张雨农也曾被拍到坐在毛弟的副驾驶座，让外界纷纷揣测两人的关系。对此，毛弟的经纪人仅回应：毛弟目前单身，和张雨农只是好朋友。